婚礼有点懒呐、啊，就是对。如果有很多人想来，我可以办一个大的，大家不用包红包这样。算一包都有200万，有吗？好，那就赶快办。好，这个可以办，这个可以办。啊，我对对对，今天的生命我还在想了，还在想，就是顺其自然，对，顺其自然的。所以是有在计划的。会计划，我是蛮传统的一个人，这样子。那婚礼呢？大家都在等。婚礼有点懒啦、啊，就是对，因为就是办婚礼都要约谁没约谁，就我是一个很怕麻烦别人的人，对，可能就家人不一定，我再想想。如果有很多人想来，我可以办一个大的，大家就不用包红包这样子。算一包都有200万。有吗？好，那就赶快办。好，这个可以办，这个可以办。大家都不用包红包。这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状况不太一样。需要有诱因的。现在状况不太一样了。100万，马上办，今年立办。今年会登记。会，就是其实我随时都可以登记啦。对，可能是想要挑一个可能好记的日子这样。传统你是没办法先远后。是还好啦，但是就是我是比较真的是比较整个是比较传统的啦，对，就家人以家人为主啦。所以两个人会在你们结婚交往的周年或者情人节会，我有这样想过，就是可能在一起的那一天去公证这样子。